定辉前总统，我感觉讲伊足简单讲出，年底五都选举的意义就是八个字：五都全上，弃马保台啦！大家讲对不对？他五都要全上，迄、那个全是啥物意思？啥物意思？苏家全啦、啊，意思苏家全啦、啊，对，五都全赢，落台湾弃马保台啦、啊，对不对？五都选举，一旦咱个得票过半，马英九的权威不止受到咱人民的质疑，国民党内底嘛有人会出来甲挑战，有可能就变两组嘞。三组来选的，所以五都选举的重要性，因为全世界拢在看，咱台湾人这两年来受的苦，咱敢有觉醒？所以大家一定要团结，咱的小天小看心，这嘛是为什么加入？你哈侪朋友支持，你台中经营两年，我支持讲党，只要团结提名的人选。我林佳龙一定全力支持，政治人物就是要要求自己，咱无法度要求别人，所以咱台中即马一步一步，大家愈来愈有信心，咱一定爱赢，那么一定会赢。讲到五都选举，当然有全国性的意义，但是我要甲大家讲，伊对咱台中是足重要的一项代志，因为。台中时代要来临，要入去一个五都，变成一个五都之一，甚至变成一个新首都，咱要有这个气魄。拄仔咱看到影片，咱的丹路、花路、丹天光，内底第一个画面就是文化协会。文化协会就是台湾人咧日本统治之下，要崛起、要做主人的文化运动，迄、那个总部就是设在咱台中。所以每一届三一九，咱的这个巡回演讲来到台中，我拢要甲咱的乡亲讲，咱台中台湾的中心，咱的历史上要扮演重要的角色，咱的未来的发展嘛爱扮演领导的角色。但是咱看到五都要升格，但是呢，台中的吴志强的统治九年以来，咱看到的是呢。愈来愈差，所以咱对台中也有爱，咱希望团结胜选来改变咱大台中。所以我讲，大家对我念一句话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胡志强实在做太久了，来个跳跳。相信世上有鬼啊，也不要相信胡志强那张嘴。胡志强讲啊天花乱坠，我甲大家讲，九年来伊做啥物代志？污染，地皮差真济啦，即卖挂咧七级啦。陈云林来，搁甲招去因同款迄栋哦，同一个建设公司去参观咧，差一个地皮咧。但是咱看到，九年前甲咱讲一间古根汉，我最近帮忙社长林议长啊，要了探索台中，我建议 Discovery 爱做一个吼，节目叫做探索台中，大家都在检讨，检讨一项伊的跳票的证件，吼、哦，第一项就是古根汉，伊的开业我做一个模型，浪费咱台中九年的青春，拢无甲咱交代。所以古根汉无去啊！明仔载大家缀我来去迄个国际会展中心，即卖咧中江路，咧湖南路甲条湖路中啊，迄个会展中心，我要来做导游。台中的新地标就是咧日月潭，你讲日月潭咧倒位？台中有两群，真大群，但是边啊围拢围起来，你爱坐迄个双层巴士啊！我明仔载十点。甲社长建议就在遐，大家集合，我大家就这个两站的巴士巡回这个现场来看日坛，啊，另外一坛叫做月坛，要来参观台中的新地标。
因为这群让两个我的土去乌掉，我变三个都来吞土，拢总开六亿，啊土就是土，本来嘛白白，开六亿拢无甲咱分析的，所以这就是咱第二章、第三章的去看台糖，为啥咱比亚迄个过去合作？中华城微晶小水被踢耶，你困嘛真乱，国际公关起码是生态池，哎、欸，那足危险的呢，那边也是足危险的呢。所以我意思讲，咱就来检验国际公到底做啥，国际公到底来，会使讲两个边境，台中康熙化，中区啊愈来愈康，三顶归两顶，暗时啊哦无人去。你死也无生理做，华为边陲化，台中的这个郊区，包括未来的台中关，都变成边缘化。所以咱来改变，咱用咱的力量来支持苏家全，咱来改变台中。啊，为甚我今天哩要讲这個？因为我知影咱拢做五十年，啊，我逐天袂使讲同款。我今仔日想讲讨论，哦，讲讨论俩，啊，我才知影讲足侪吼，绿色公益网络拢甲弄起来，咱两个只讲的哦，拢甲铺上网，吼、哦，迄网络上来影响遐少年人甲遐上班族，所以歹势今仔日讲上半段俩，十分之一。